好，接下来有请陈赫和韩雪出战。加油！爱的就是你会不会唱？可以，我跟着你唱。爱的就是你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K， 谢谢，我们会唱的，一起唱啊！准备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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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会尽力的，好不好？一点状况，真要看演唱会要退票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你数个数，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暂时不过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然后呢？走开！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哦，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就是你。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替陈赫向所有刚才听过歌的人道歉。他特别对着那个字一个字都怕，而且唱一。 一分，一哥来，一哥上来，一个一起来。哎，我想采访，就是打一分是什么？就确实觉得歌没唱。这是总都没有任何互动嘛，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。光顾着数钱了。你们连眼神交流游戏规则呀？是我们在打分呢。好，打一分才有可能引起你的注意。我瞎了，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。韩雪，来报一下你手里的练功券的数值是326。267。恭喜韩雪，你数对了，加15分。